刚刚从里面出来了，哎呀，很失望。我以为能看到那个德国他们办公的情况，但是结果是看不到，就只能是看一下周边的景色。它这个象征意味更浓啊，就是说，代表了我们首先最高层是清正透明的，其次呢，所有的平民百姓都可以上去，而那些官员是在我们脚下工作，它是这样一种象征意味，而真正就是说可以操作的、可以看到的却不多。啊，不过就是偶尔可以看到一些，办公人员在那里走来走去，但是，不是说全部的。